我私底下跟我说，一定要被他给呛醒了。抢来的，抢毒嘛。难怪我刚刚在楼下有听到彭正一边上厕所一边说，哼，我要让吴宗宪知道什么叫唱歌。离婚录你们三组不可能，因为这等下要送过去给。喂。是的，太实。后几年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就在心里面的永远会有甜甜的感觉？难忘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就是我记得刚一沉浸他们粉红泡泡里面。没有，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有一首歌叫做《水葵的台湾米》，它就是在讲我们台湾各地的美食。哦，那我对那一本是第一本被抵往靠表演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因为我就有时候我们不是录影都会有大字报嘛，对，然后我老对，然后那一次表演我就是怎么样都记不起来，然后我老公他就说。没关系，我当你的大字报哦。对，他有记下来吗？他写在脸上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脸那么大。那一次，他就拿着平板，然后就坐在台下当观众。然后，当我唱到哪一个地区的哪一个美食，他就帮我往外滑，他就帮我滑。对对，然后比如说，哎，因为那首是有什么《给狼天妇罗》，给滴答醉，还要配合节奏，共玩逼婚心，电逼对，还要这样子。对，他要很准，配合还要很准，对。但重点是，对，重点是他滑到一半，突然旁边有那种婆婆妈妈说：“啊，你喜爱彭正啊，对，然后我又一直在唱，他整个乱 key， 然后但是他又心系着我，所以他只能跟妈妈赶快说：嘿嘿，我喜彭正，然后赶快继续滑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做甘心没，老公愿意为了我坐在台下，然后帮我拿着这个平板当大字报，很甜蜜，哎呀，都很感动。因为老公嘛是一个大明星，啊，但还好的一点什么？你看，两个人都在艺能界，所以彼此你们的状态哦，大家心里面都可以了解，职业都一样。哎，录影，阿康说啊，来录大热门最后一集。哎，三点多还没回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他也觉得啊，差不多，理所当然，合理的，正常的，应该在两个钟头就回来，差不多。哦，这互相能体谅，阿丽有甜蜜，甜蜜。我们还在交往之前，好好好。庭允他有跟我分享说，他以前对小孩子其实非常的没耐性。他说以前在，比如说在捷运啊，在高铁啊，看到小孩子，哎，看了把人音啊，底下弯啊，底下安呢。嘿，比较偷捏，比较顽皮的时候，他就会在心里面说：“吼，这今天那你这耶。”哦，很气啦。对，就觉得那小孩怎么那么，那妈妈都不管一下，对对。但是他自从现在自己有小孩之后啊，当母亲了，对，他就永远觉得自己的小孩子很可爱。来，我们让他们夫妻来一段，因为两个都歌手。这一段唱起来肯定厉害，什么歌？今天要唱这个歌，他压力很大，真的吗？他压力很大，为什么？你直接先报上歌名来。为什么压力大？要唱宪哥的《玻璃的香气》，原唱人在这里。那你们压力真的要大。没有，因为挑战宪哥。其实这首歌他以前在那个就是选秀节目的时候有唱过，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唱的还蛮不错的哦。对，然后加上上次我来猜歌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《魔力的侠气》，然后听到第二句我就马上按八就对，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老公在练歌的时候，你都有听到吗？对，你 OK 的啦。他跟我私底下跟我说，一定要被他给呛醒了。抢来的，抢毒来的。有听到彭正一边上厕所一边说：“哼，我要让吴宗宪知道什么叫唱歌。”有啦，你有跑到男厕来是不是？他讲很大声，他讲很大声。OK， 没问题，好不好 ？OK， 倒想听。对啦，然后他们唱一个主曲，好不好？对，主曲，主曲，主曲。最爱满足。对，爱的满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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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，欢迎他们的表演，来。哎呦，那是无你的邪气。哦，哎呦，叫我是要安怎活落去？无同款的都市，唔捌行过的。闪闪烁烁，亲像在问我要对倒位去。想起你讲过的话，每一句转入心。
做的夫妻两个人来共演，我讲，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想要流眼泪的。不瞒大家说了，我至亲的人，最近刚刚离开，就是我的姐姐。对，但她是她很温暖啊。然后送完姐姐以后，我跟姐夫聊了一下，我姐夫很难过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这个话是给你们听的。他说啊，把姐姐放下来，那时候哈。他没办法，医生就来了，他就我就少抱了他一次，哇，少抱了他一次啊！我就听在心里面多难过。你知道他们结婚哈，结了快30年的时间，很短嘛。姐姐不是很长，他们没有分开过一天。哇！他最远就是姐姐骑摩托车去什么地方，然后回来就唱。所以人生就是这样。那我看到你们那最后的歌词，
希望天公伯啊，也当保佑我们上苍，可以保佑我们，给我们多一个祝福。对，你们现在一个两个小孩，两个小孩，他给你两个祝福，两个礼物。但是刚刚很甜蜜的氛围没错，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有零落分离的时候。不会，然后你看两个人就是这样平凡一生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爱情坚定，对，我们就这样平平淡淡的照常过，没有风雨，这样就很开心的。平凡一生，爱坚固。家就，但是前一阵子他也嫌太频繁嘞。哦哎，来喽来喽，就是不满足啊，是不是？不满足啊，你多一点花样。喂，没有啦，因为有时候工作忙，他就会觉得说，哎，生活好像 tempo 太规律了，太没有火花了。对，因为现在有小孩嘛，就是比较少两个人的世界的时间，对啊，所以有时候抓到时间就是会去小小约会一下，吃饭啊，或者去207啊之类，或者去你们的客房啊，我们这个厚德路让你们拿回去贴在客房，对对对对对，厚德路的冠军就厚德路，真的贴在，然后去贴在客房啊，你多好玩！离婚路你们三组不可能，因为这等下要送过去给。太时事了，太时事了，太有病！谁在乱讲话？谁？你的心湖啊！乱讲啊！